关注一下哦，现在台风它目前的最新位置哦，它依然呢就是在高雄的外海，大概是160公里的海面上呢，它目前又呈现稍微有点在打转的一个趋势了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现在缺少一个导引气流，所以它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提升，它的方向目前也还没有很明确哦，还是在这里绕啊绕啊绕。那预计呢，它现在登陆的时间又再往后延一些了，可能要到明天凌晨之后它才会登陆哦，那主要呢就会是从台南这一带要登陆。那目前我们要提醒大家，路径的范围现在是包含了整个台中以南、花莲、台东还有外岛的澎湖。另外海警的范围呢，就是包含了整个台湾海峡、台湾东半部的海面、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的海面哦。那尤其就是要提醒，像是在恒春外海这边呢，其实这个浪高都已经来到了6米的浪高了，所以要提醒大家，今天没事的话，最好呢台风假嘛，就是待在家里了，千万不要去海边观浪，因为真的非常的危险，而且呢这个浪接下来只会越来越高，因为台风慢慢的在靠近了。好，那我们从路径显示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。那刚刚有提到它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了，好，虽然它减弱为一个中度台风，但是它的威力其实还是蛮强的哦，而且要提醒大家，它的路径现在又在更往西去偏移了，所以目前看得出来它大概呢是不会去翻过中央山脉了，可能呢连这个跟中央山脉的接触都会少蛮多的，它看起来就会呢从台南一带登陆之后，会沿着我们整个西半部地区，好，现在看起来有可能会从桃园新北一带它就会出海了，所以目前看起来它是完全不太会去接触到中央山脉的。那主要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北方的一个干冷的空气好吹下来之后，其实呢就导致山陀儿台风它开始减弱了，那未来呢它目前看起来它登陆之后强度就会很快的迅速要减弱了，甚至呢可能它登陆之后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轻度台风，甚至它出海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减弱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了。不过目前它的变数都还是相当的大。那目前它的位置依然是在高雄的西南方160公里的海面上，那它的方向呢是以每小时10公里呢是向东北的方向来前进。那目前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48公尺，所以相当于是15级的强阵风。那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8公尺，这个是相当于17级的强阵风。那另外它的暴风半径可以看到，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220公里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80公里，所以看得出来它依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台风。好，那我们从雷达回波图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个雨会怎么下呢。好，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还在海面上，但是可以看到呢现在啊它的暴风半径其实已经接触到了整个南台湾，还有包含了花莲的南端以及整个台东，现在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所以会感觉出来这个风雨是有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。那目前降雨的热区主要就是集中在整个台东的地区哦，目前呢降雨量现在台东的金山呢这边已经来到了，这个金针山这边已经来到了超过330毫米的降雨量了，而且这个降雨量只会持续的在增加，因为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呢，南台湾地区就会是首当其冲的。那北部地区哦，像刚刚佩姐有提到嘛，可能就是风目前是比较强的，因为我们主要呢还是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，所以整个北台湾呢可以看到云层飘进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稍微下一点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哦，但是云层消散了之后呢，我们的天气又会开始放晴，所以北部地区现在感受上的会是风好像来的比雨还要再更强大。那雨什么时候会比较强大呢？北台湾就要等到今天入夜之后到明天，就是我们风雨开始增强的一个时段了。好，我们从色调强化的卫星云图来看一下这个台风。好，台湾呢大概就是在这一个位置，大家可能看得比较不清楚，就是在我笔画的这个位置就是台湾。好，可以看到紫色这一块呢就是台风它最强劲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北部这边呢很明显了，它的云层它的结构是有稍微被破坏掉了，主要就是因为北方的干冷空气现在在慢慢的南下了，所以台风它已经有稍微被破坏它的结构，所以它现在是减弱为一个中度台风。那看起来呢它接下来还会持续在慢慢的减弱，但是呢它会是以中台之姿哦登陆台湾，所以这个呢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还是要特别的小心。
好，再来我们要看一下，那雨会怎么下呢？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区块，三个时段。好，今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，降雨的热区一样还是集中在整个恒春半岛、屏东还有台东一带，特别就是台东呢，雨势真的会来的比较大一些，今天都有可能会突破400甚至500毫米这样的一个等级。那另外南部地区好，南高屏现在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感受到台风真的在步步的进逼，威力现在有越来越大了。那北台湾地区啊，今天主要就是呢外围环流云系飘进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下一点雨，那主要就是整个基隆北海岸的雨势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些。那中台湾呢，可以说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台风的感觉哦，但是要留意的就是沿海的风浪也还是蛮大的，另外呢就是风还是蛮强的。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八点呢，可以看到除了台东以及花莲的降雨还会持续之外呢，好，现在包含的宜兰以及整个北台湾也会开始感受到风雨是越来越强，主要除了台风的影响之外呢，还有包含东北季风要报到了，所以东北季风一吹下来之后，好，两个力道加在一起，北部地区的降雨其实也会蛮可观的，都会来到豪雨这样的一个等级。好，另外当然就是南部地区嘛，首当其冲，所以可以看到呢，到了入夜之后，好，这边沿海一带哦，甚至呢南高屏嘉义这边的平地也会开始感受到雨势会越来越强。好，那明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呢，就要提醒了，主要就是北台湾开始要特别的小心了，因为台风开始在慢慢的北上之后，主要就会是整个北台湾会受到台风的影响。那南部地区的降雨跟今天比起来，就会开始慢慢的要趋缓下来了，因为台风要慢慢的远离了，所以可以看到包含了恒春半岛的降雨也会很明显的要趋缓下来了。但是呢，可以看到台东还有花莲的降雨目前还是会持续下去的，因为主要台风虽然在北上，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云系还是会把水汽给带进来，所以包含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来得蛮可观的，所以要提醒大家防台的工作真的是要做好，尤其北部地区好，趁今天台风的威力还没有真正抵达之前，放台风假的赶快把这个防台的准备都要做好哦。那另外来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，今天好多个县市都是发布了豪雨，甚至呢是超大豪雨，那目前就是首当其冲的屏东还有台东是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报。那大豪雨呢包含的是花莲，但是花莲主要呢是偏重在比较山区的部分，降雨会来的比较大一些。豪雨特报的部分包含了台南、高雄、宜兰还有离岛的澎湖要特别小心了，那澎湖也是慢慢的开始感受到台风的威力了。大雨特报就包含整个基隆、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云林、嘉义县市，那尤其北部地区哦，山区的雨势会稍微比较早就开始下起来了，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没事的话千万就不要再前往山区来活动了。好，我们从波浪图要提醒大家了，今天呢因为台风开始慢慢的进逼，要提醒今天整个台湾的沿海地区风浪都是稍微比较大一些的。刚刚有提到在恒春离岛外海这边呢，好，这个浪已经来到了 6.2 米的浪高，那随着台风慢慢的靠近，这个浪呢接下来只会越来越高，都有可能会出现8米甚至是10米左右的浪高。那到了中部以北地区，因为今天受到台风的影响还稍微比较小一些，但是浪高也都还是有机会来到4米、5米甚至6米左右的浪高。那要提醒大家今天千万不要去观浪，因为海边真的非常的危险哦。另外强风特报的部分要提醒啊，今天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强风特报的范围哦，可以看到包含了基隆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还有呢台东、澎湖、金门跟连江县，今天都是强风特报，甚至呢首当其冲的整个南台湾，今天的风都是有机会来到11甚至是13级的强阵风哦。那另外中部以北地区呢，就是越晚风跟雨都会越来越大，那今天北部地区会先感受到的是风好像比较明显的增强了，今天白天都是有机会来到7-8级的强阵风，入夜之后就要小心了，这个风只会越来越强，有机会来到9-10级的强阵风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，你呢？
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